发不要超过红色地方，所以他们等要救球。啊，今天的赛程啊非常重要，因为决定了，因为现在大家胜一败，啊，只要今天谁分数比较多或胜，他可能就是奠定一冠的出线成绩。啊，所以希望同学你要干扰到上面比赛同学，啊，也不要出声音，啊，让就是多分组练习方式，让大家去做一个练习。像一道阴影处，哦，好，安心的在旁边，他旁边有摄影机，我们会照这次做成影片。关掉喽！第三位，现在录了啦。当天三位，然后八卦。黄，射手黄。哇！嗨。哇！太扯了吧！啊，没头绪。危险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就这样吧。你不是说一定要开到两块？哇，这么高！
哦，原来是他耶！来吧，到过了。哪里？眼眶没了没了，没有。小心，小心，我相信你一定会赢，赢的。拜登，你一定会输的。我是第一个。太扯了。不喝酒，加票。打死我！发挥着，精神伟士，甩头挂钩了。姜伟，姜伟，姜伟，甩头挂钩了。哦，哦，哦，对又有，对又有，躲在干嘛？哦。这么嘴炮，忘记带麦克风了。后面的人怎么那么嘴炮啊？好，结束。好美哦！颁奖了。好 ，OK。小颁奖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这样就颁奖。走吧。怎么那么快？没了。不用那么紧张。那个碧城这一组，好。因为这个录影的话，就是照片，照就是照片，4K 的照片。中区这一组，刚才那一场球打，如果你上礼拜打这个球，加油！好像有一点比较高一点。来，好。再来，好，那这一次呢，我们这学期的那个三对三的那个斗牛比赛，大家真的都很尽心尽力，希望你们在这学期当中啊，学到一些篮球基本的一些动作。走，你啊，在平常你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，好，那么现在没有拿到。饮料的同学，得奖的不在你哦，得奖的不在你哦，没有拿到。